一只乌鸦，哎、欸、哎、欸，乌鸦在这儿。会秀女孩，一个被捆绑的一个女孩被捆绑住了，孤单一个人，你救了她，立刻获得一点的神智与知识。如果你失去女孩的陪伴的话，会失去一点的神智与知识，她不能被丢下交换或是偷窃。OK， 所以我的神智跟知识加一，嗯，然后我们的回合又加一喽，啊、嗯，现在是三的。所以是我也要塞，对，对，嗯，一，哎、欸，是拿三颗吗？对，拿三个骰子，三颗是值多少才会爆啊？三颗，嗯，我们现在要值大于三，嗯，大于等于三啦，对，不然就是头爆死了、欸，哎、哦，哦，四颗 ，safe， 小，差不多了，没事，没事，好痛啊！差不多，然后爆了啊！那个钥匙记得捡哦，嘿，阿基可以捡啊，阿基可以捡，我可以捡上去。你们，嗯哼，哎，你们自己，嘿，好，我就不是作祟者哈，没有，我死掉不能讲话，我是鬼魂，我是鬼魂，接下来换繁星。喵哈吗？喵哈，没有，我还没弄啊。OK OK， 我虽然前面有钥匙，但是我没有东西可以跟他玩了。速度不够啊！我速度只剩下，哦、有点难。对，而且重点是我再受伤两次我就死了。那我决定往旁边开房间。五家哎、欸，可是我现在在想，我要不要玩我这颗黑暗骰啊？没有，可是你这个地方已经开不了门了吧？啊，我旁边不是有门吗？我看一下。哦、没有，我说其。你只要开房间的话，已经没有那个没有一楼哦，没有没有啊，没有一楼中间层已经开完了。那我要先开玩我的黑暗骰。我们是两张没开，哦，四张。我可以玩我的黑暗骰。已经没有中间层了。看一下哦，我来读我的黑暗骰，剩两个了哦。我们剩这一些，嗯，搓在一起。那我就骰黑暗骰喽。好，骰好，骰三颗嘛。按 G， 都帮我按 G。嘿，几颗？三是什么？立刻移动到相邻的房间，何必啊？免不用消耗移动点数。干嘛？肯定往哪走吧？上面呢、啊？你上面的话，他走就很难走出去啦、啊。对啊，而且速度很低，他的速度不高，速度太低了。然后其他房间也没东西啊，可以摔下去啊，紧要死、啊！我摔上去我就死了啦，我没东西可以再受伤害了。我刚跑了两次路径，往左边就好了。往这边，这边是通相通的、啊。那可是我这样该往哪走啊？现在，你现在刚都没走路过嘛？那你可以再走回去、啊，再去开一次。哎，我可不可以就待在这里增加一个 knowledge 啊？不行，你之前拿过了吗？没有，这个房间我没拿过，因为我一直在二楼。没拿过的话可以。那我要在这房间增加一个 knowledge。哎，我增加知识哎、欸，啊还是四啊，白痴哦！哎呦哎呦哎呦，变四了，那我可以去剖肚子。可是你的速度变三啊？我速度变三，我 W 是一。好了吗？想好了吗？嗯，我好了。哦，怎么办？要怎么去地下室啊？地下室可以从一楼的滑道上面有一个滑道，或是从它旁边那个有个洞可以跳下去。对啊，但是跳下去有机会受伤。它、啊、这是判定，这是检定什么的？看一下那个速度，对，速度五以上。哦，我可以。一、二、三，错了。到楼梯的二楼这里算一嘛？对啊，一啊。然后下来二啊，这算二了、哦。对。那怎么刚刚？哦，刚没说。二、三。你的狗狗？对，我要拿了。带着走。狗狗跌倒了。狗狗白卡，谁啊？对，先换我啊。对，好，那我就直接想办法往回走。这个房间要离开的时候，我必须先骰知识4以上。好，先骰知识4。
知识我知识多少？知识有五。好，成功。过七。然后到这边来，我要过桥的话，我需要甩速度三三以上。一堆耶！干嘛？判定。一个一半的是。那一颗重甩吧，那一颗。重甩哦，都重甩。好。好，过。好，后来这边两步，那可以拿 key 两步，对，拿钥匙，拿钥匙，然后三，等下我速度多少？可以上楼梯到大厅，到大厅前面一个，大厅前面一个这里。哦，对。然后你们谁比较紧急的，可以来跟我拿钥匙。我跟繁星离你很近啊，我们刚好都差一个钥匙。啊、我现在步数没了，动不了。下一位，换、我吗？我的话，我传送过来。死在你旁边啊！所以我们是要三个人存活才行哦。对，哎，所以如果我跟繁星跟哈基拿完钥匙的话，游戏等于结束了吗？要三个人没有。如果说我们有很多人都解锁了，这时候作祟者可以去直接攻击玩家，这些解锁的玩家可以让他直接死掉。哦。打架就是打架起来，打起来如果人家死的话，他就反正他现在就要想办法让三。那个背叛只要想办法让三个人死掉，所以简单说，如果这个一楼的这一群都是其中有一个背叛者的话，待会就会有人就会打架了，战打架了，对对对。然后我这边的话是直速度要五以上，然后我的速度是，哇，这边啊，我的速度六，应该直个五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吧？再一颗，哦。有一二三四五六七七，那我也拿到两个了。嗯，啊，可以，要现在使用还可以，还是什么？可以，什么东西？选择现在使用啊。你两个拿两套拿钥匙，你就可以现在使用了。嗯、好，那我用。所以现在是有三个人解锁了，所以只要再一个解锁，好人就赢了。没有吧？两个有啊，你要先确定现在已经两个解锁啊，我死掉一个啊，我也是这样，就三个解锁了、啊。全部解锁的时候，然后有一半的英雄活着才算获胜。全部解锁、还要活着，就是、好难哦。解锁还活着，然后也不是背叛者，活着。对，就是三个好人活着就行了。一个枷锁、没解开，背叛者也是可以杀人。嗯哼，对，这个意思，就是要有三个好人解锁啦。就活着解锁状况，然后我回合结束，回合结束换我活着解锁也还没结束，是就是因为没有他第一句就是说所有的枷锁都必须被移除。对，我刚没看到所有。哎呀，第一句啦。好，那换我现在第几回合啦？第三。好，我继续开。所以等一下哈基也不用直骰吧？我不用直骰了，我已经解锁了。喂喂。这是什么？塔罗、塔罗有，你要判定力量，力量判定三以上。塔罗有一把钥匙，三以上。塔罗，我的力量是有五。Power， 一二三四五 ，OK。三有拿到钥匙 ，Nice。嗯哼，好，我的钥匙了。现在塔楼也拿开掉了嘛？所以剩地下室的两张啦。那我就只能下去了。那我现在拿到钥匙，我也不能动了。好，加一，下一回合，下一回合，我要爆炸了，要爆掉了，是的，开始甩了。哎，是我是先三颗。三颗大于四点，所以我先甩吧，还是一起甩？就一个来，一个个来。还是这样。要爆啦，哥哥，我会想你，哥哥。拜拜，跟我变幽灵了，跟我一起变幽灵了。所以换我甩了。繁星身上也是有一把钥匙嘛？对，掉地上，掉地上，喷在地上啊，喷在地上。对，也可能死了。看这背叛者也太运气也太好了吧！现在是喵花还没甩吧？我还没甩，好。你甩。哎、欸，是我一个要。你重甩。
过了啊。然后我可以直接捡繁星的钥匙。哦，你解锁了。对，杰克杰克解锁，我解了。所以剩下我跟喵哈有锁。喵哈是第一。那我就去前面，我就可以拿他的钥匙，对不对？拿谁的钥匙？哦，繁星在我尸体在我前面。对啊，你可以拿，你可以拿。哎，这边死路，这边死路，没有门，那边死路。我看一下。绕一大圈。一二三，上面要测，你要检定，你要检定。那什么房？热射房，要测力量。我是热射房要检测吗？我看一下这个。测力量，测力量三以上。不然就扣敏捷喽。等下我看一下，所以我是拿三颗骰子，要骰到加三以上。嗯，我觉得我会爆掉。哎，你是力量是多少啊？我现在力量多少？你力量四啊，是四颗骰子吧？哦，是四颗骰子。三刚好，这是拿钥匙，耶！我要解锁。好，你身上有一把了吗？所以对我身上有一把，所以解锁了就把它丢到掉了。嗯，剩余月一，我剩下我还没解锁好，剩余月一个人。你在几楼？灵魂狗在楼，我在二楼，二楼最底端。好。我可以帮人解锁吗？可以啊，你可以冲上来解锁啊，但是你的速度我可以丢给你，可是我可以帮你解锁。你的速度是四，上来吗？钥匙只能丢给别人。如果你上来的话，我在下回合开始之前，我就可以跟你会合，然后拿到钥匙解锁。哦，对，好好，是我要到你那边才行啊。你就要往上走啊！现在换谁？换你啊！换我了。因为你旁边两个都是尸体。等一下，我移动速度多少？四个。一、二、三、四，这样子也到不了那边。你就先、其实哈进有道具可以用哎、欸。哦，对，铃铛可以用铃铛啊，你用铃铛啊。好，我试试看。把它拉过来哦。我可以移动一个。嗯，往离他近一个。我的是这个是多少？这个是五 ，OK。神之加五加五加可以任意移动。一二三四五。而且他是指定是要英雄，是不是？英雄、啊、就是玩家，就是玩家啦。现在就剩云月啦、哦嗯，英雄在左上角了。一进你一格，还一格而已哦，一格、啊。是我拉我被拉进一格吧？对啊。又拉回来一点，杰克也要拉吧？是吗？我看没有，我解锁了、啊。指定受哦，指定哦，没事没事。我可以任意数量的未受困的英雄了，所以我知道拉他。对啊。然后杰克已经解锁了吧？哦，我解锁了，只剩影院没解锁。对，好，好，我一，然后二，三，这里没有那个吧？四，然后把钥匙丢地板上。好。好，结束。嗯，接下来换杰克。哦，哎，问一下哦，拿了一件背叛，对战要几格啊？什么东西？那一格要当前那一格。Get， 好远哦。你这个，那你就直接表明了吧。我表明啊。杰克就知道。是你，所以现在我们就觉得怪怪的，因为我这个距离会一、二、三、四、五，想干嘛？六，想干架？想干什么？然后、哦、他是我接近不了哎、欸，然后他力量不高，可以维持他哎、欸，给他，没有他已经解锁，我只要把你的解锁枷锁弄掉之后，我们就获胜了。我一下也是到这里传送过来算一步吗？算、啊、算啊！干、啊，我那我应该是没机会了。我放狗咬你。呀，先坐这里吗？啊，一格，再一格，两格，三格，嗯、四格，到顶多到楼梯的那个位置而已。我来啦，进！你来了，你要快来捡钥匙，开锁，结束，放我了嘛，三回合。对一二三，捡钥匙，钥匙解锁，结束游戏，结束游戏，结束，接近不了啊！活着的还有四位，包含杰克四位，
获胜，三位英雄，结束了，结束了，哎、欸，他自己一点都没有商量空间呢、欸，可恶，真的，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你前面有问那个背叛者，不是那个真的只是规则，你真的很像那时候，不是，因为我就有怀疑，所以这游戏本来就是有规定说，就是那种可以要不要给啊。没有啦，没有玩法，没有一定说怎么样的啦。没有，我们要怪你意思啊，我只是说哦，你这都不商量一下。哎、欸，可是我觉得如果这样讲而已，故事性来说啊，我们这个叛徒从头到尾都在开炮，开锁，对啊，叛徒从头到尾都在那边开枪，哎，炮徒都没办法了。他其实只是一个小偷而已，真的。这次房间，我们开几乎快开完哎、欸。对啊，我们自己玩的时候半小时就一场了，人少吧、啊？是吗？是，然后可能三只乌鸦就直接开始剧情。对，这次我们到五只还六只才开始，不是吗？七只，我们第七只才开始，七只才出来。哦，我们九点多才开始剧情，九点半。差点被杰克围。杰克刚刚是想来冲我找我 是？对啊，我刚刚想说你只要近一点，我可以围你，而且我还有幸运石跟盔甲可以弄你。我刚才想说，你问我说你要靠近一个，你就怪怪的，我就觉得你怪怪的。对，那句就怪没有，那就不是我讲的，那就不是我讲的，那就是团长讲的。啊，什么东西？那就这团长不是说那个我也可以靠近一个，我说那就是剩下那个啊，圣影月还没解锁，所以就音乐靠近一个。哦，好玩好玩。哦，圣他还有很多剧本，有一些是合作去闯关。我跟团长那时候玩的时候是还有什么僵尸王。我变僵尸，然后直接东西丢地板上，然后斧头在我身上，然后僵尸王的规定是我会可以召唤一堆僵尸在地图的各个角落。结果呢，我是因为我是僵尸王，我是最后才移动，他们第一轮就先把我三只僵尸打爆，我只剩半僵尸，因为一颗手榴弹就把它炸掉三只了。然后他们能够伤害僵尸的道具都已经拿到了，直接过来轮奸我就搞定。直接一个人打完，然后换下一个，一个打完再换下一个。然后比较酷的就是它有一些剧情是那种生存者跟背叛者他们知道讯息是不一样，像僵尸王不知道说只要自己的小兵全部死掉就自己直接结束，对啊，僵尸王不知道这件事情，就像刚刚的部分我们只有看生存者剧本，但是其实杰克可以看背叛者的剧本，我没有看，我没有去看。你应该要去看一下，看你背叛者有什么优势可以用。对，是哦，对，那你还有个背叛者剧本专属的，只有你可以看，我们其他人不能看。哦，对，对耶，如果你刚是背叛者，我看一下你刚是搞不好有什么效果。看一下他又有什么？我们三十四，看一下啊。如果刚是杰克，如果有看的话，是多魂像素两句而已。那这里有、哦，你们刚看到很少东西，是因为看到那个背叛者的啦。哦。所以背叛者没东西吗？他好像没东西耶。有，他有规则，他是一个无心插柳。他要参照说明书的第十七页，应该还有哇，应该还要再找一个说明书的。哦，所以少一个。对，翻译本少一个。哦。嗯、他有一个背叛者的适用的规则。嗯对。但是我那时候找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还有这一个。我觉得我刚刚应该是用删去法去判断杰克、欸，因为我们刚刚全部人都在一楼，然后允月在二楼没有想过来，我就觉得应该不会是允月，然后哈纪很想帮大家忙，然后繁星已经有种都快死掉了，随便啦，无所谓那种感觉。那个是你才对吧？你超无所谓的、欸。我那整个，我因为你知道我现在很想处理我家猫呕吐物、啊，我就想说死掉也没关系啊，先让我死一下。好玩，哪里有啊？运气很好。嗯，有兴趣可以直接来我们这边，可以一起来玩那个。明晚再来啊！来玩啊，可以、啊。明晚再来啊！明天晚上吗？明晚再来啊！不然大家关台继续啊！好来啊！关台可以再玩，怕你啊！好了，今天先这样子，要休息了。嗯、休息啦，关台关台喽！杰克开箱画出来，蹲在保险箱开不起来、啊，然后又跑到下一个房间继续。好啦，感谢收看啦。哦，真的，每次接触一个新桌游，我其实不爱接触新桌游啦，因为要重新去读说明书，有的没的，玩起来又会花太久时间。
之前在工作室就这样啊，他们每次要开新的桌游，我就说我不想玩，他说过来很好玩，就这样子。还可以啊，这个，因为他们故事章节真的很多，应该我们私下会再玩啊。好啦，感谢今天收看啦，如果喜欢我的影片，不要吵，因为风之谷改版了，所以我阴阳师要赶快上去练，调一点东西啦。好啦，感谢今天收看，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我是繁星，我们下次见咯。拜拜。